再上香，我们房会转歌以后，那我徐德清，我们一样一秒钱都没有经过哦，也不是像他们外面上面写的这样的内容，这个东西是不实的啊，这个做。我相信一个董事会呢，大家呢应该要有任何问题，应该在董事会怎么样来讲啊，也不应该在这么大的广场，这么大的这个盛会来做这个东西不好，好不好？我相信我也代表玉林爷爷跟在场的会员对不起，那我相信呢，我也没有说对不起玉林爷爷。最后上香。那你们最近有什么时候要开董事会吗？最近要开董事会的时间？已经开完了，在十二月开。去年的十二月开。对，十二月开的时候，徐德清呢，他就特别的。再三的强调，在今年的四月要改选，三月的时候要确认各十五大张董事的名单，四月就是春季完毕的，十天内要改选，但是到目前为止完全没有动作。我们会拉白布条，但是本来我们要让这个会议给它中断，但是因为有很多考量到很多的外宾，所以我们让一民庙的所有的程序继续给它走下去，然后我们就在。庙的旁边我们会拉白布条。恭请行政院将政务部文武先生，恭请行政院议员室将请大家。